能不能发达就看这次了。拜拜，我刚刚花了20分钟，八点半，顺利取胜。哎，我两分。Perhaps one day I'll hit the lotto. Then my bills would all be paid. Money no longer would be a bother.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这礼拜呢，我有朋友从台湾来找我，然后他就住在我家。我们去了尖沙咀，吃了坦仔，然后搭了中环的那个渡轮，然后吃了茶餐厅，然后去太古广场逛了街。晚上我们去湾仔听演唱会，然后还做了什么？今天呢，我们有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今天要去赌马。赌马大家都知道是香港很具代表性的一个运动嘛，但是呢，我来了快4年的时间，各位你相信吗？快4年了，我还没有赌过马，我连就是对赌马一点概念都没有。然后他昨天已经就是查好资料，说要怎么赌啊，然后赔率是什么、啊，对，所以今天就交给你了。哎、欸，拜托，能不能发达就看这一次了，就能不能退休在香港自产就看这一次了。去玩赌马，然后赌到可以在香港自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好像我去日本的时候打爬进宫 ，OK， 然后我在打爬进宫的时候也有赢钱，所以我目标也是，哎、欸，搞不好赢的话我就可以在日本自产。我先吃饭，吃饱饭。내마음이녹은것같아 Let's go out in the sun 느낌이왔어 Rhythm 에맡겨발걸음에맞춰 Fly with the wind 내얘기를타고날아가지못한곳에데려가줘我说没嘞，他不会再跳，他也不会防守的。跟我们游戏体验感这么差，我还没有攻击，他就结束了。我们现在准备去马场，然后准备下注。你今天打算要下注多少钱？100港好了，怎么样？100港好。那我也下注100港。好，我看谁最后赚最多，会不会两个都是零元出来啊？超级大咯，好酷哦，觉得好期待哦。走到了，走到了。应该后面会有一个。啊，这里，这里，对。另外是马金。网法其实有很多，其实你看到电视都是不同的网法。那最简单的两种网法我介绍给你。夺赢就是你投注的马匹一定要跑第一名。那位置的意思就是你投注的马匹跑进前三名就行了，然后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也可以，机会比较大。分别会是什么呢？派彩会比较小。象棋机，顺利取胜8号。哦，9秒9。小玩家。那三批里面就可以先买一个赔率最低的，就是他们的大热门。另外两个的话，我应该预计选一个我喜欢的名字，另外选一个我喜欢的号码。歹楼都发话了，那我决定我跟从你的策略，就是我喜欢哪个名字我好好看，我喜欢哪个号码我好好想。超级黄蜂，非凡魅力。大家在这边分析赛，这边是一般香港民众会来，我们刚刚那边只有游客才可以去。对，我们是游客可以去上面的。Yeah, I'm living this life with a different attitude. Don't flip, don't trip, keeping up the good mood. Cooking up some good food with my friends in the street. Yeah, people wanna chill, they can come and speak to me. Cause all you gotta do is just ask. Cause we can always get another glass. Got you, got swag, got cash. Just roll another one, then puff, puff. 我们现在呢，正在等大概10分钟之后就会有马匹的。Oh, no!
今天要比赛的马就会出来亮相。然后我们昨天呢跟朋友聊到，他有给我们一些小 tips， 就是第一个是如果马的身上有流白汗的话，就不要选它，因为它可能就是整个状态今天不是很好。然后第二个是如果它身上有绑一些负重的东西的话，就表示说就是马它的可能本身重量不够，然后它需要增加一点重量才能够符合参赛资格，所以那个也不可以选。然后其他的话呢，就看自己的心意喽。就例如说，看他看腿的粗壮，对。主要我应该会看的就是三号我喂你，然后八号赔率蛮低的，然后又本身喜欢七号，所以我会看一下七号马匹看起来如何。Okay. 如果三七八都没有白汗也没有负担的话，我觉得这三成来个低风险的呀。八号，然后十号，跟一个你喜欢的号码，七号。好，那你也可以七号好了。OK OK, okay.。因为我家住七楼。哦，因为我国中是七号。哦，我们今天应该会玩两场，然后每一场都先投50块进去。嗯。但先看第一场，如果第一场有赚钱，我们第二场就再加码。加码。希望可以玩到制产。Yeah, 绝对要。现在时间差不多，等下马就会开始走出来，然后我们看好马之后，我们就可以去下注了。Can't even get to work straight.Stagger in the old town. One day I'm gonna break my teeth, crashing down against the lamplight in the street. I only know it's been like this from the day we exchanged our first kiss. Now my baby shouldn't laugh like that just because I'm behaving like a doormat. 'Cause it sounds strange, but it's true.两句话，我中两个，我中三号跟七号。哇！好、哦，我一个都没有中，我唯一有一个五号，现在是第四名。他的那个三号跟七号都拿到前三名。刚跑去买了第二场，我买了9号，你买了12号。然后我们这次第二次赌的就是赌赢，所以如果我们选的号码没有赢的话，没有跑第一名的话，就是废纸。对，200块直接飞走，让它飞走。不，我会赢。好了。哎、欸，他是没有，现在三号第一名吗？对，哎、欸，不是，现在是没有10号是。好了好了，我们输了，输50，我今天输了101。110，他还说我等下你一定要派我去领钱，我说好了，有在炫耀了。哎、欸，他又不是我，他没有办法拍这素材。领钱喽！哇，2号啊！领这个钱，亏了110块，没关系，好玩。Good morning, everybody. 今天呢是星期一，然后昨天晚上发布了那个8号风球的警报，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全员都 work from home。 我们今天本来是想要早起，然后先回公司拿电脑，然后顺便可能开个会之后再回来，但最后呢我们两个同时放弃，因为实在太累了。我们昨天晚上在玩那个猜拳，那我最近哇、哦，这个是一个 TMI 跟大家讲，就是我是一个非常不会猜拳的人，我10次里面大概有7-8次都是输的，所以我昨天就在玩猜拳，然后弹额头的游戏，再玩到快3点吧。我们刚本来想出去觅食，然后外面的人其实还蛮多的，不过大部分的餐厅都没有开，所以我们就随便吃了一点东西就回来了。今天 Aden 难得来玩，结果来香港一趟，然后还遇到台风，然后还真的体验到 work from home 这件事情。这都妈得，这样的，你看一下外面，就是无风无雨，有没有？好，我觉得可是就真的是一小小认知的差异，因为我这边我可以跟你分享，我们这边遇到的状况是，现在已经8:30了，我们有要起来的意思吗？有啊，会让我的精神起来，起来。怎么还在睡？太早了。我觉得我来香港，整个人很放松哎，是因为有种休假感。就是上完班之后，我们俩就已经瘫成这样子啊。应该是我现在在国外，所以有种放假感吧。
哎，讲一下刚刚 Adam 有推荐了我几首歌，两个泰国乐团，一个是坤，然后另外一个是 Hypes。哦，他以前喜欢一个香港的乐团叫做 My Little Airport， 日本的是那个阿里，还有 Kangnam。那泰国乐团有中你？有，泰国乐团有中，是我喜欢的类型。他刚刚介绍给我一个台湾的男团，然后也是去年的一个男团，然后就很多小鲜肉。他最喜欢嘉诚。我最喜也不知道最喜欢啦，就是第一眼会觉得哇好可爱哦这样，因为我喜欢狗狗像的男生。所以狗狗像的男生有谁 ？Ian， and then 汪武。Ian 还排在汪武前面呢，我已经忍住一次了。OK， 那请问今天是谁生日 ？Ian 是汪武生日 ，Happy Birthday。To you， 这段真的会剪进去吗？这段真的会在里面吗？我会剪进去的。你 Seventeen 最喜欢是 Joshua， 对，第二名静汉好像不错，还这样，也是可以煮个咖喱之类的。好，可以，我想吃你做的。好，那我来想办法弄出一个菜，不用太多。好，我们来香港已经浪费很多食物了。我们两个去餐厅吃东西都吃不完，有八成机会都吃不完。我觉得是因为你太想要招待我了。我今天就是随便，我要咖喱。我有吃过咖喱哦。真的应该上面一点。今天是台风天的晚上，吃咖喱饭。不会啊，很香耶，猪肉蔬菜咖喱饭。看冰箱有什么就煮什么。真的，最近都没有买菜。那你蛋煎的蛮漂亮的耶，谢谢。那还是绞派还是不绞派？哎，我不知道，我没有想过耶，好像会绞耶。我以前是绞派，但我最近变成近期变成不绞派。因为我后来发现不嚼味道比较重。Playlist。频道主题。真实的拍摄现场。蛮有趣的欸，有种换个方式生活。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不用当社畜。啊，你要去赛马，那赛马致残，就可以不用工作。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